小哥不要笑。普通人送外卖 VS 体育生。普通人送外卖。哎，大哥，是不是你点的外卖？是的，是的。可是我这怎么给你送过来呀？这太危险，要不你帮我扔过来好不好？啊，那行吧，我给你扔过来，你接着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哇，太牛逼啊，这都能接住。体育生送外卖。啊，等一下，是不是你们点的外卖？不是。这人呢？哎，那个，是不是你点的外卖？啊，是的，这太危险，你帮我扔过来就行了。没事，我帮你送过来，等着。哎呀，外卖，你快别掉，太危险了，大哥，大哥，不能掉，不能掉，不能掉，别抢拍呀，太危险了，不能掉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停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没事，我是练跑酷的，看吧。哎，别掉，别掉。啊，等一下，大哥，你死了我这怎么办呀？我这好像过不来，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呀。我在叫你别跳，这样好了吧？啊，你等着啊，我去找我老婆救你啊。外卖小哥，你快过来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我这河南来回都不是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两个小时后。哎呦，这也太冷了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这个怎么办啊？这看来今天晚上要在这过夜了，这怎么回来啊？